观众朋友带大家来看一下好消息，我们刚刚的林洋配拿下了金牌了。那刚刚呢几乎是全台都在沸腾，而且呢今天在全台各个地方，包括台北车站啊，还有连到金门，都有非常多的群众一起集合在替我们的林洋加油。那其实呢，我们三立新闻在法国巴黎这边，在刚刚比赛之前，其实有很多粉丝进场到里面替李洋跟王麒麟应援。那其实呢，在刚刚打的比赛真的是非常的精彩，而且呢真的很紧张，因为在第一局的时候，先由我们的李洋王麒麟先拿下，而在第二局的时候被对方追回一局，打成1-1平手。那到了第三局之后呢，一直是持续的不断来回分数在拉锯，真的是打到非常的紧张。而在最后，我们的林洋终于拿下了21分，拿下了这场比赛的时候，全场都在尖叫，都在欢呼。那其实呢，我们刚刚在看直播的时候也非常的紧张。那等一下呢，稍后林洋拿到金牌的颁完奖之后呢，也会出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喜悦。